我想要一个温暖的。怎么了？那么出这么多汗，是不是要发烧啊？你等着吧，一会儿你的嘴就变成香肠嘴了。给你的白粥，快起来喝吧。我不想喝白粥。不行，必须喝，你是食物中毒，知道吗？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以后有我罩着你。嗯，我陪你说话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。是，我是不太懂，但是我只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会喜欢你的话，我会当着你的面说出来。我真的好了，证明给我看。